水泥块也剥落了，只见长宽高40公分的水泥块砸到人行道上，还波及停放在路旁、市价高达220万元的日产名车，跑车的左后叶子板惨遭砸凹，所幸当时是凌晨，人车稀少，并没有民众受伤。而警方也已经通知车主还有屋主来联络后续的赔偿修复事宜。